family. Tim Ben Garikong Ho, Lansha Ku told a bit soo young hikia tai chia. I ma hoan ni lai tung inala.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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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 Hua, Alane ho, what I tan tian teddy. Ho, hua, hua, tala gari bai hong. Ho, hu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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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他外面贴了很多图案。喂，哎，左弟哦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好啊好啊，咱又两点嘛吼，哎哎哎，好啊，我连面过来找你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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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黄老板在吗？蔡理事长吗？你好，我们老板在里面等你，这边请。啊，谢谢哈。昨天啊，特别翻箱倒柜找到这本毕业纪念册，才发现，你是理班的蔡顺强，我是中班的黄芳梅。我们大概有30多年没见面吧。你还是个钢琴调音师啊？过去乡下小孩啊，连什么哆来咪都看无，你今麦爱弹钢琴吗？无啦。我只是调钢琴的音准而已，我不大会弹琴。阿弟嘞，你多久没回去啊？我啊，高中的时候在台南念书，大学在台中，后来结婚，爸妈也过世了，我舅舅在台中开了这间餐厅。你呢？一直住在比亚桃。我看你的名片，还是社区的理事长。你所长是在从啥？理事长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让咱比亚头的人生活用搁较舒适，生活搁较幸福美满。你还记咱前下来要入去入口厝遐有一个溪池无？记得啊，小时候我哥哥常常牵牛去那里洗澡。十年前我接社区理事长的时阵，迄个溪池敢那一个粪扫场嘞，一边。阮搁伫内底清出一顶的碰尘出来，但是你即下若转去看，保证绝对无共款啊！刷落来，阮着要整理好好头前迄块空地。今仔日来找你，主要是爱麻烦你，因为迄块空地内底其中的所有权人一个是你，因为公家规定讲，社区若要使用。要经过所有的所有权人同意才会使，所以要来麻烦你啊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就理解啊。咱就多谢你啊。不会啦，叫你阿客气。拍摄。
唐小姐，咱今仔就多谢你啊！因为吼，我社区啊，搁有代志，会补爱赶回去家己，啊无今仔就先安尼，啊有闲则回来边仔头佚佗呢。好，我若有闲，我一定会回去。好，好，多谢你哈。真假呢？哥，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没有啦。哎，妹妹，这台车是谁的？是我新来的代课老师，哆瑞咪老师。啊？哆瑞咪？对啊。钟响起了，我要回去上课了。执行计划书我收到了，哎，不过你来看一下。哦，你这个执行日期怎么会写100年12月31日啊？你还在做梦啊？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？拍摄了，那我改一改再 mail 给你好了。好啊。啊，对了，我听你爸说你要去高雄上班哦。还不知道，不确定啊。没有考虑要留下来吗？现在的乡村需要年轻人返乡，台湾的农业才有新活力啊。嗯，可是我是学工业设计，又不是学种田。哦，你不知道现在都是银行经理，还有那个科技新贵，他们都放弃高薪来学种田呢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再考虑一下。你考虑看看呐。好了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再到农会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好，拜。然后说里面有一台钢琴，怎么可能有钢琴？昨天你不是说有一个人在老师的车子旁边东张西望，还问老师的车子是谁的？对啊，对啊，东张西望，那个人是谁？你们认识吗？他是孟勋哥哥，是理事长的儿子。哦，老师，我们来帮你。好啊。怎么没有声音？老师，我们理事长会修钢琴。理事长会修钢琴？会啊。老师，理事长家就在前面。好，好，走。理事长，理事长。他不在哦，请等一下。浩君哥哥。嘿。这个是我们学校新来的音乐老师。哎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代课老师，我姓林。因为我们学校有台钢琴坏了，想说……哎，老师，你先等一下，你先请进。
老师，你说你要修钢琴，可是我记得学校好像只有风琴哎。风琴哥哥是真的钢琴，我们昨天才发现的。听小朋友说，您的父亲会修钢琴，今天来就是希望他能来趟学校，帮我们修钢琴，然后调一下音。没有问题啦，我爸是专业的调音师，也是学校第一届毕业的老校友 ，OK 啦。那就谢谢了，先告辞。他就是你们说的哆瑞咪老师吗？哆瑞咪老师是我们班他取的外号，因为他教我们音乐。是吗？嘉轩来了。啊！哆瑞咪老师，我会叫我爸明天就去修钢琴。哆瑞咪老师，是你取的对不对？不用啦，明天星期六学校没有上课，下星期再来。好，谢谢。那哆瑞咪老师，拜拜。啊，不，林老师，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老同学，啊，你回来哦，嘿，啊啦，你伫溪底遐，嗯，真啊变啊足水的吼，我无骗你吼，哈哈哈。哎，你过来，阮真啊吼，伫活动中心遮咧开会啦，嘿，活动中心，活动中心伫庙遮，庙一楼，你敢问者吼，人拢知啦，吼，好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等你哦，我带你来看阮遮咧做计划，吼，呵呵呵呵呵呵。这间厝已经超过一百年了，上应代表咱农村的文化。一摆，我若透过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，才有法度甲保存落来。希望会用予咱的子孙仔知影讲，啊，原来以前咱的祖先就是住在这种所在啊。那房子里面的东西都会保留吗？嗯，现有所有的物件，我拢会甲留在原地。所以我会来捡一些农村生活的相片啊，以前的人用过的东西啊，看看有没有布置一个农村生活文化馆。哎，啊，头前这片空地呢？哦，这块空地哦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设计图。这些红砖啊，都是动员全村的力量，做伙做起来的。我希望这边能透过这个计划，凝聚社区的力量，共同来打造一个农村新的文化出来。同学，你真正不简单呢，会晓讲阁会晓做，还会帮钢琴调音哦，就厉害的呢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家的人现在盖印章盖得怎么样？事情进行的如何？你那边还阁等176个印呢。176个，这么多、哦？嗯。还差几个啊？目前已经等140粒啊，还阁剩36粒。大多数拢是恁大伯迄边的人，我希望会当到年底之前完成这个工课。我跟阮大伯吼，还佫有联络啦、啊，这个部分我可以帮你。吼、哦，安尼上好啊！这个工程下个月就要验收啊，我希望伫咧验收的时阵吼，会用办一个音乐会，真好当咧筹备。到时阵你一定要来参加呢。你确定是要跟我讲吼？我得带我家人过来。啊，好啊。Thank you.
是小 case。动作好快啊！没有啦。哎，对了，林老师，你是哪里人？怎么会到我们这种小地方来？我是嘉义人，大学音乐系毕业之后就到处流浪，做代课老师。刚好这次遇到这边有缺额，我就想说来试试，结果就录取了。啊，恭喜啊！谢谢啊。对，理事长，我们主任说这次的修理还有调音费用，再请你直接找他申请。不用啦，这里是我的母校，而且我又是社区理事长，对不对？社区跟学校本来就应该要互相帮忙的啊。像这一次郑家古厝的落成典礼，我们打算要请学校来协助办一个在地的音乐会。在地音乐会？嗯。那是什么啊？就是所有的音乐会参加的人都是村子里面的人啊。林老师，你也算是在地人了，到时候你要一起来参加哦。我也是吗？当然啦。好啊。欸，等一下哈。喂。哦，主任哦。嘿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好啊。好。好，那我马上过去哈。好好好，谢谢哈。我现在哈要去跟主任讨论音乐会的事情。老师，你到时候要带小朋友一起来参加哦。好。好。谢谢哈，理事长慢走。好，拜拜哈。七楼较清气咧，系啊，电工咱反应也快吼，提这台来再更频啦，吼，来来来。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，他们用热情活力将跳古镇这项传统技艺发扬光大，让我们再一次为他们掌声鼓励鼓励。啊，伫遮甲各位报告，因为咱农村再生哦，推广着咱这个玉米哦，所以咱用玉米来做开心，咱这开心该皮麦啊嘞，有香味，搁当热风。我伫遮向各位报告，感谢，谢谢。说落去，咱精彩压轴戏就要开始啊！哦，这出啊音乐剧是由全校的老师还有学生们联合演出的音乐剧。这出是咧讲咱比亚桃小窟蜕变的过程，非常的有意义哦！请大家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表演。过去比亚桃是个环境优美的地方，村庄里有好多好多的池塘。池塘里有鱼有虾，还有水牛在这儿洗澡。但随着经济发展，水牛被铁牛取代。再加上我们生活中的坏习惯，
都把自己不要的东西丢到水池里，于是原本在水里的鱼虾死掉了，引来了许多苍蝇四处乱飞。在此，我谨代表郑家感谢村长、理事长以及全体的志工，把我们的古厝整理得这么好。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往后能够更多的古厝透过这个计划，可以恢复再生，重现传统农村的面貌。再次的感谢，谢谢。高雄遐是有消息啊无？什么消息？啊，就叫伊去上班的无？上班哦，没消息啦，先不要理他好了。对了爸，你之前的那个100多个人的土地使用同意书，是不是快完成了？这边吼，刚才有我迄个同学，开餐厅迄个黄老板无，伊甲我斗帮忙，今仔伊那等啊差不多啊，应该是月底就用完成。安怎？啊，你有想要等来甲我斗帮忙了？拜托，你那个郑家古厝的计划是我写的，简报也是我做的哎。对啊，迄做小区的代志吼，本底就爱交予少年人做啊啦。啊，恁爸吼，剩一支嘴尔啦。诶妹。那少年人要当来上好啦。哎爸，你有空把调音的技术交给我好不好？我早就想要教你啊，啊，这样是安怎？你开窍了哟。开窍了哦，强啊！你若想要较早抱孙的吼，你就好好啊，甲你调轻的技术吼。教恁囝，什么啦？现在讲的是哪个情啦？我们家现在的土地租给别人种玉米，一年只能收获一次，有很多的时间都空着、荒废着，我觉得还蛮可惜的。所以我想跟我爸说，等到租约到期以后，就把土地收回来。你想当农夫吗？也不是想要当农夫啦，我只是想要种一些高经济价值的作物。高经济价值的作物，像是什么？很简单啊，就是你可以在市场买到比较贵的农产品。好比说水蜜桃、高阶梨、飓风葡萄，还有甜柿，
跟释迦牟尼的释迦。释迦牟尼的释迦。不过我也不太确定了，等一下再上网查一下好了。社区经过这几年的社区营造，一定让社区变得愈来愈水，愈来愈完美。社区的生活就像一台钢琴的敏感度，触动着社区的每一种生活技能。社区营造是属于家己在创造家己出一种的生活方式，人甲人中间的和谐相处，就像咱的钢琴的音准一样，让咱的斗阵变得愈来愈好，让咱的生活变得愈来愈完美。